中国日渐失控的防疫封锁在各地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感受到人民怒火的中国政府今天对外解释苦衷，强调当局已经在不断的调整管制措施，为的就是保护百姓安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认同封控管理应该做到快封快解、应解尽解的原则，最大限度减少为群众带来的不便，同时将公开疫情讯息。近期群众反映的问题呢，主要不是针对疫情防控本身，而是集中在防控措施简单化、层层加码、一刀切、忽视群众诉求等方面。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中国政府一直根据病毒变异的特点和临床治疗的实践认识，边防控边研究边总结边调整。请继续提问。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在国务院的联控机制记者会上被追问政府是否会考虑重整对策以缓和民怨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只是表明当局一直根据毒株的变化边防控边做调整，才能够精准判断风险区域。但他也认为梳理防疫细节的同时，政府有必要对民众的合理诉求及时回应并且解决问题。今天的这场记者会一度传出当局可能会宣布放宽防疫措施，刺激了中港台三大股市急速上升。